啊，各位菩萨，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好，我们现在讲第443页，啊，也等于是透过偈颂啊，因为偈颂相对的就是长行，对不对？啊，长行里头会有立辟，然后跟合法，所以偈颂里面也是一样啊。这个也建立了所谓的譬喻。那这些譬喻做什么呢？其实还是要合到什么法上面来啊。所以呢，第443页，对，就可以看到颂合有没有啊？就是这是偈颂，然后是合法的部分啊，然后呢是等次大车的譬喻啊，因为本来佛陀啊是用三车来救子嘛，对不对？等到出来以后呢，还是等次大车啊，等次大车，所以呢，佛陀就说：“汝舍利弗啊。”那么我为众生以此譬喻说以佛圣啊，啊，就是用这样的譬喻呢来说明的呢是所谓的一佛圣。虽然要给的是三种宝车是三圣，但是一旦出离了那样子的一个困境的时候啊，一个危险的这种空间来讲的话呢，那么起码啊，我们就有机会能够怎样，不管是原来是小圣还是大圣。是小圣呢，那么就应该回小向大嘛，对不对？啊，如果是大圣根基的话，是不是还是应该要啊秉持着大圣的精神呢？啊，所以呢，以此譬喻呢来说一佛圣，所以这一佛圣是不是就是大圣呢？啊，其实就是所谓的大圣啊，所以就等次大车嘛，啊，是要的其实是大的啊，大的车圣啊，所以汝等若能信受是语来说的话啊，能够接受哈、啊，能够信解。而且接受佛陀所说的这些啊，这个法语来说的话呢，那么一切皆当得成得佛道啊，所有一切众生是不是都有佛性，人人皆可成佛啊？那么只要我们愿意发大心的话，那么也一样啊。那个佛陀其实他也一路从凡夫众生这样子过来的嘛啊。那么佛陀有他佛陀成佛的什么这个途径啊，他必经的一个路程。那这样子的一个心路历程呢，佛陀也非常具细密的来教导我们嘛，啊，只要我们能够循着这样子的真理法则，是不是人人皆可成佛啊？啊，但是呢，这个之前啊，一定要有信受这样子的一个特质啊，是信受是语啊，信受佛陀所教导我们的这些语言、思想、理念，乃至去实践，那么人人都可以成佛的。啊，都可以成佛，所以呢，在第444页呢，这里就讲是圣为妙嘛，哈，啊，这样子的这一圣来说的话呢，是非常的微妙的，啊，并且是清净的，而且是第一的，啊，于诸世间呢，啊，为无有上，啊，是无上的大法，啊，所以它会有几个特质呢？一个就是微妙，啊，微妙，因为在全跟实当中啊，那么也要能够非常全巧变通的来啊来运用的啊，所以呢是微妙的，并且是清净的啊。所谓的清净，就是能够去除我们的烦恼啊，放下我们的烦恼啊，减轻我们的烦恼，乃至能够放下我们的烦恼啊。我们的烦恼来自于杂染啊，所以要转染成净啊，所以呢。这个大圣法来讲的话是清净的哈、啊，那么也等于说，在我们生生不已的生命之流当中啊，那么我们随时都要有那种啊为大众啊来着想的心，而不是从自我来做出发的啊。如果样样都能够比较透过清净而利他当中啊，其实最大的获益还是我们自己啊啊。所以呢，以大圣法来讲的话。啊，菩萨道呢，他所做的呢，不为己求，啊，如果是为自己来追求的话，那么就是杂染；不是为自己来求的话，那么则为清净啊，而且是第一的，啊，是最为殊胜的，是能够跳脱世间的，所以是无上的啊，无上的这个大法啊，所以呢，佛所悦可啊，啊，这也是佛陀所最欢喜的。啊，也是希望所有一切众生呢，所应该要怎样称赞的，并且是，啊，能够拿来，啊，来用来怎样供养跟礼拜，啊，供养
啊，那么当我们做不到的话，我们起码啊要去供养啊。那当我们自己能够去做的话，我们就是自己身体力行啊啊，所以供养与礼拜。那从称赞、供养、礼拜，其实也是我们的身口意三业哦。啊，透过口业，那不断的来赞佛、赞菩萨啊，意业上面呢，那么起供养的心啊，那身业上呢，可以不断的来礼拜啊，诸佛菩萨。所以呢，会无量一切呢，诸力解脱禅定智慧给予及佛于法啊。所以所谓的这种大乘法来讲的话，它是无量一切的，是无量无数的，是无法计算的啊。那么那种诸力啊，因为到成佛的时候会圆满他的实力，是无所谓嘛啊。所以他的这种实力，那么如何的啊能够不断的增长，其实也透过解脱啊，透过放下啊，透过智慧的啊，那智慧呢也要透过禅定啊来做辅助的，还有呢很多佛陀所说的啊种种的法啊，那么这个都是能够帮助我们这个踏上啊这个一圣法啊大圣法的一个很重要的这个因缘啊。所以得如是圣呢，那么就能够令诸子等日夜结束啊。啊，所谓的日夜结束呢，在日方面呢，它如同慧日一般呢、啊。啊，那么能够对治的呢，就是我们的业啊，也就是无明啊，也就是所谓的无明啊。那等于说啊，透过这样的日夜啊，那么长长久久的结束哈、啊，用劫来算的啊，在日夜方面哈、啊，当然这个。日以继夜也行，或者呢我们的这个日是我们的啊佛陀的智慧，那夜也就是我们凡夫的什么烦恼，它也是能够不断的对治的啊。所以呢常得游戏啊啊，所以当我们起了烦恼之后呢，是不是也应该呢那么透过佛法啊，其实当起烦恼唯有佛法是最能够根本彻底的解决啊。那么如果我们一般来讲的话，起烦恼大概都在人我是非方面，如果说要用人我是非的方式用现象来止息现象的争执，那是很困难的啊，那是永远没有止境的了啊。但是如果能够啊跳脱这个现象啊，出离这个现象的执着，那么就是要深入什么因缘法嘛啊。那深入因缘法也就是如同慧日一般，也才能够照亮我们的什么无明的黑夜啊。而且这是用劫来算的啊，那么也等于生生世世我们都常得游戏啊。所以前面其实也讲到很多的游戏神通啊，自在无碍啊，所以这个游戏等于是也能够悠游于佛法的大海当中啊。那么也等于与诸菩萨及声闻众，有没有，这些是不是都是圣贤者啊啊，我们也能够跟他们一样啊，成此保胜，直至道场啊。所以直至道场呢的这个道场，其实就是什么真理的现象，也就是涅槃的境界啊，也就是涅槃的境界。那当然我们说这个是为时而固全嘛啊，在达到直至道场，也就是实相的，对不对啊？之前那么难免当然会有很多的权巧变通。哦，拳脚变通，啊，那其实主要还是希望我们能够成此保胜，有没有？所以这里的保胜指的是不是就是一胜啊？也就是所谓的大胜，啊，那因为透过一胜或者大胜呢，才能够直至道场，哈、啊，能够去体证到诸法实相的现前，而且不会停顿在那个成分。如果是用声闻缘觉的话，是不是就有可能停顿？啊，就等于是在这样子的一个涅槃的境界当中。所以呢，以是因缘啊，十方地球更无余胜除佛方便。所以呢，还是透过因缘法嘛，啊，那么还是透过因缘法的哈、啊。所以说，以是因缘呢，十方地球尽十方遍法界当中的这个地球呢，也就是在什么真理真谛上面的追求啊，是没有其他的余胜啊，唯有什么大胜一胜。啊，那除佛方便呢？啊，除了佛这个之外啊，那么其实是没办法去到达的，啊，那么也等于说唯有透过什么
菩萨圣，也就是所谓的一圣，也就是大圣，啊，没有其他的，没有其他的车圣可搭的了，啊，所以呢，佛陀啊，长者为什么啊，先要有三种宝车，之后是不是要等次大车啊？还是唯有大车才能够就近圆满的到达，啊，因为它可以走得远，啊，走得彻底，啊，那个量可以大，啊，那么也才能够达于佛圣。啊，那个达到成佛的境界，啊，才能够达于成佛的境界，啊，所以除佛方便呢，就是等于说，唯有到达成佛，那才是最究竟的，啊，之外的其实都还是属于什么全巧的，啊，过程当中是需要全巧，啊，那主要还是要达于什么成佛的境界，啊，好，那第446页呢？啊，在寄送方面合法的部分也是在讲无虚妄的这个譬喻啊，所以呢佛陀就告诉舍利佛说，汝等诸人啊，如诸人等啊，皆是无子啊，佛陀呢等是众生如罗侯罗嘛，如同他的孩子一般啊，我则是父啊，啊，我就是你们的这个四生慈父啊，那汝等累劫啊，你们累劫以来呢都被众苦所烧，那么我皆既把令出三界嘛，啊，这个我们被众苦所烧，所就像三界火宅一般啊，如何出离那是最重要的啊，能够出离才是毕竟的救济啊，所以呢，这个所谓的既把啊，也等于说能够透过哈，啊，这种慈悲的心来怎样与乐拔苦嘛哈，啊，主要还是要令出三界。啊，不要在世间法里头再受到束缚，那么也就是希望能够超凡入圣。啊，那佛陀说，我虽先说汝等灭度呢，但尽生死而实不灭啊。虽然佛陀以前所说的说啊，你们只要求得灭度就好，能够灭度得了自己，也就是度化，先让自己证得涅槃。啊，那证得涅槃呢，就会尽了生死，对不对？啊，生死已尽嘛。犯恨已立，不受后有，对不对？所作皆般，啊，那已经，啊，以个人来讲，生死是不是已经了了？啊，但是呢，儿时不灭，其实这个是不够究竟的了，其实还是不够究竟，因为那个只是才第一个阶段而已啊，啊，才刚开始触碰到了什么涅槃的境界，也等于是刚开始证得什么佛陀的法身，如同。啊，佛陀的法身如同太阳光来讲的话，那这个也不过只是一道曙光而已啊，对不对？一道曙光的量跟整个净虚空遍法界的太阳光是不是差距还是很大的？量上的差距很大，质上呢其实是一样的。好，那一样的呢，还是在那个灭度的质，但是呢，这里说儿时不灭呢，就是说它还不够究竟，啊，它还是不够圆满的啊。还是不够圆满的哈，所以呢今所应做呢为佛智慧啊，啊，现在所应该要做的呢，其实唯有佛陀的智慧才是究竟的，才是圆满的。阿罗汉的是不是还不够究竟，还不够圆满啊？阿罗汉他是不是还有习气啊？啊，因为第七意识的杂染没解除的话，他是不是那个习气还是留存的啊？只不过用这个禅定的方式去把它扶住而已啊，那这个是不够究竟的啊，是不够究竟。好，那么在第448页啊，那么就来别是啊全时的无妄啊，在全时方面呢，其实都要两相运用的啊。那么先解释啊时的部分，现在所说的呢是时。那么第二个部分呢，在449页有没有解释什么过去讲三圣，其实是那是全法，现在在讲一圣，是不是十法啊？因为要会三归一嘛，一是不是才属于十啊？现在所要宣说的啊，是在讲说，哎，其实应该要会三归一，一哈，啊，归在这个一圣法上面，大圣法上啊，这个才是十法。那过去呢都还属于什么全巧变通的哈，好，所以呢，佛陀就讲：若有菩萨于是众中能一心听诸佛十法，啊，就说如果有菩萨在大众里头能够非常专心一意的来听，
啊，来谛听什么呢？诸佛的十法啊，所以诸佛的十法呢，那么也等于是真理法则啊，属于真理的部分，能够证得实相的佛法。那么诸佛世尊虽以方便所化众生呢，皆是菩萨啊。诸佛世尊等于成佛来讲的话，他会用种种权巧的方便的方式来化导众生，所化的一切众生来说的话呢，那么都希望他们能够怎样行的是菩萨道，所行的是菩萨道呢，才叫做什么十法。因为他要所谓的一圣道是不是就在菩萨道上啊？啊，其实是在菩萨道上啊。啊，但是呢，过去是不是也讲了有三圣呢？啊，其实还讲了有三圣啊。所以接下来呢，就解释啊，过去那个都还是全巧变通的啊，全巧变通的。那全巧变通的，因为里头呢，其实就是在讲这个出离法啊，出离世间的束缚，所以呢，会从苦集灭道来谈。哦，苦集灭道啊，所以呢，首先就是所谓的苦谛啊。为什么我们会感受到苦啊？是因为身着爱欲的缘故啊。所以这里讲若人小智啊，我们一般凡夫众生来讲的话，都是小小的智慧而已啊，一点点的聪明才智而已啊。那也因为只有这么一点点的聪明才智智慧来说的话，那么我们就容易身着爱欲啊。前面也讲到什么贪着生爱嘛，是不是？在贪爱方面呢，就是我们三界火宅里面的火苗。我们的身着爱欲是不是也是我们三界火宅里面的火苗啊？就是因为我们智慧不足的缘故嘛。所以为此等故呢，说于苦谛啊，也因为这样子，所以来佛陀呢来为我们开示所谓的苦谛。所以我们说苦谛的这部分是不是已经是结果啊？已经结成了现象啊。比方我们拥有这辈子拥有这个色身，是不是也是一个苦果啊？因为一旦拥有色身是缘生，是不是必然要面对什么缘灭啊？所以佛法里面讲的苦呢，是无常故苦啊。只要是无常法都是苦的啊。为什么无常？就是因为因缘不断的缘生缘灭，缘生缘灭嘛。所以能够去感受到什么苦的相，是因为我们想要拥有却没办法永远不变的拥有它，对不对？我们每一个人都必须要去面对什么缘灭的痛苦。那当我们面对缘灭会感受到痛苦，为什么会感受到痛苦？就是因为身着爱欲，因为我们想要它，希望它不变，实际上是不可能的嘛。也因为事与愿违啊，我们充满了无常跟什么，尤其是无奈，是不是有很多的无奈啊？人生有没有很多的无奈啊？是我们自己掌握不住的，对不对？所以呢，那个才叫做苦啊，无常才是苦，无奈才是苦啊。所以呢，众生欣喜呢，得慧成有啊，众生呢，那么非常的欢喜，听到佛陀所说的这些大圣法来说的话呢。是得未曾有，从来没有听过的。那么因为过去佛陀所说的大概都以声闻法为主，这个是为了适应我们众生的根基嘛。我们众生根基总是比较自私自利，想要解除的痛苦大概都是属于个人的痛苦，为先。那么其实菩萨道呢，并不是以个人的这个部分来做出发，菩萨道会比较以什么众生的为出发的，所以呢也透过从关怀众生慈悯众生当中去体会众生的苦，相对呢我们自己的苦呢就会变得，自然会降低，因为我们的苦呢会不及众生的苦的时候，我们的苦呢的感受也是会降低的。所以呢佛陀所说的这个苦谛来说的话，真实无异啊。为什么说它真实无异呢？因为它充满了无常。因为这个苦是不是现象上的啊？我们其实有苦的感受，是不是也是现象啊？其实也是一种现象啊。那一旦是现象，它是不是也是还是无常法？所以无常本身呢，是真实无异的。世间是不是不断的充满了无常的现象啊？
啊，为什么会充满了无常的现象？就是因为所有的一切因缘是非常的平等，不断的在排列组合，缘生缘灭嘛。啊，那这个呢，其实还是合乎于什么真理法则的，所以叫做真实无异的啊。但是呢，若有众生不知苦本，啊，不知道苦从哪里来的，啊，那么还在身着苦因的话，不能暂舍，啊，如果舍不下来的话，那么就不断的去怎样累积嘛。不断的去集合，不断的去集合，那么一旦集合的话呢，缘生之后是不是还是必然一定要面对缘灭啊？啊，也必定要啊面对缘灭啊。所以我们说所谓的苦本啊，就因为我们的执着才会有苦本。如果我们能够舍下，是不是那个苦的本就会变少？啊，所以我们的苦，它的根本的泉源在于我们的执着。啊，如果要去降低苦呢，其实就是要放下执着，其实就是要放下执着，啊，那么起码呢，我们要先暂舍，啊，要能够舍得下来，能够，所以我们要不断的去学习，啊，学习放下，啊，所以呢，佛陀也为是等故呢，方便说到诸苦所因贪欲为本，有没有？啊，诸苦之他的那个。最深的因缘来说的话呢，主要还是贪欲，还是贪欲啊，身着身，身这个贪哈、啊，贪着身爱嘛，是不是？前面讲到哈、啊，贪着身爱，也就是所谓的贪欲，对不对？才被三界啊这个火宅所烧啊，对不对？啊，所以诸苦的这个最。生的那个因啊，主要还是贪欲的缘故啊，所以我们的贪欲呢，会比较贪在什么相还性啊？相，哎，是贪着在相上头啊，我们会依止在那个，会依靠在那个现象，然后我们会发现这个现象是我们依靠不来的啊，靠山会倒，靠人会老，是不是？没得好靠了，真的没办法靠的。啊、嗯，其实是没有办法靠，啊、嗯，而我们自己呢，先要理解这些，知道没得好靠的时候呢，啊、嗯，那么我们这个透过因缘法，啊、嗯，透过因缘法来摆平，啊、嗯，来脱离现象上的依靠啊，啊、嗯，所以我们的贪欲呢，其实都是依靠在现象上头，贪着在现象上，爱欲在现象上，啊、嗯，所以这说若灭贪欲呢，那无所依止。啊，灭尽诸苦呢，名第三谛啊。啊，也就是说，我们要灭掉贪欲的话，那么就要能够，主要要无所依止呢，反而要知道没得好靠，对不对？所以《金刚经》一直告诉我们要因无所住而生其心嘛。啊，前面也讲嘛，啊，要能够这个啊自在无系的话，是不是也要无所依止啊？啊，要无所依靠的。啊，也要无所依止的，啊，要灭尽诸苦，那么名第三谛。这个第三谛呢，就是苦集灭道的第三个，叫做什么？灭谛。灭谛。啊，所以灭谛是出世的乐果，灭谛也就是涅槃的现前，对不对？啊，就是涅槃的现前。如何能够涅槃呢？是灭尽了诸苦才叫做涅槃。啊，要灭尽诸苦，啊，所以这里说为灭谛故呢，那么就要修行于道嘛。如何达于啊？达于涅槃，它的达于涅槃，到涅槃它是一个果呢，是不是一个果报啊？啊，能不能超凡入圣？那么就看我们能不能去验证涅槃嘛，对不对？啊，能不能去验证灭谛啊？所以灭谛来说的话，它是一种什么果报？那它的因是不是在于什么道谛？对不对？其实是在道谛上哦。啊，那如何修行于道呢？所谓的道，包括了三学八正道、三十七道品，对不对？乃至于菩萨道，那么六度万恒、四摄六度嘛。这些是不是都是我们的道谛啊？啊，也就是去下因的部分啊。那为什么要去下这些因？无非也是要离诸苦福啊，
啊，我们有太多的什么束缚啊？为什么有这么多的束缚？其实都被苦相所束缚，无常的现象所束缚啊。那要能够脱离的话，才叫做解脱嘛。啊，能够离诸苦福，明得解脱，这才叫做得解脱啊。所以我们解脱其实就是对治着我们的什么束缚啊。我们的束缚呢，会被束缚在什么现象上啊。那在现象上能够跳脱的话呢，必然一定要透过道地上道地啊的修行。所以呢，是人于何而得解脱？但离虚妄，名为解脱啊，对吧？所以一定要离什么虚妄啊？现象是不是很虚妄？所有一切现象都是虚妄的。为什么？因为所有现象是不是透过缘生而看到相？之后会不会一定要面对缘灭啊？山河大地会不会缘灭？山河大地是不是也缘生出来的？啊，山河大地是不是一样会缘灭啊？沧海桑田啊，对不对？啊，有时候我们说，哎，在深山，在高山上也可以看到有海底的化石，哎。表示这个高山有可能啊曾经在海底啊，是不是啊？只是它那个时间是拉得很长很长啊，所以我们的眼光不能很短浅的看啊，只看个几十年几百年几千年，这个说实在都还太短了，对不对？因为佛法里头所讲的经典所说的，是不是动不动都用劫来算的？所以叫日夜劫数，对不对？日夜劫数啊，是光明的、无明的呢？这个都是用劫来算的，一劫有一千多万年呢，啊，动不动都是一千多万年，才一小劫而已，啊，还有中劫到大劫，无量无限、无量无数劫，那这些为什么有这么长久的时间？其实我们说修行是不是也都要生生世世的来累积我们的智慧资粮，啊，因缘福报，那。尤其在智慧资粮上，主要就是要离我们的虚妄啊，离掉我们对虚妄的现象上的什么执着啊，因为我们执着这些现象，说实在那是没有意义的，因为所有的现象是不是不断的在变啊变啊变，没有一件事情是不变的啊，所以要淡离虚妄才名为解脱。所以我们说要摄相从性嘛，对不对？相上是虚妄的啊，要从性呢，就是要从什么？从因缘法来看待，啊，去分析因缘条件，要知道有前因才会有后果嘛，啊，相都已经是果相了，啊，所以我们必须要往前去推，啊，那么我们能够往前推，我们也才能够知道未来，对不对？我们的现在不是不变的现在，现在怎么来？是不是还要从过去来到现在？现在。还要再去面对什么无尽的未来呢？啊，所以这些所有的现象其实是不断的在流转的当中啊，啊，所以呢，其实都是虚妄的相，没有哪一个相是能够固定不动的，是没有的，啊，所以我们要对，要离掉虚妄现象上的执着，那才名为解脱。啊，所以呢，其实未得一切解脱，其实呢，所谓的现象是无法的获得。不变性、主宰性跟什么单一性的，啊，也是要透过甚深的空义啊，啊，乃至于缘起性空的空，对不对？才能够怎样一切解脱的。所以是透过空而解脱，透过甚深的空义而解脱。所以这个空呢，啊，不是空空如也的空，而是什么平等平等的空。哦，这个空它是一个否定式的符号，专门在否定什么不平等、特殊、主宰、真实哈，那个不变嘛，对不对？啊，所以呢，要能够去看清楚啊，所以我们说要训练我们的眼力，就是要能够透视的，不是只有看表象啊，看表象呢是不可靠的，因为表象是不是随时在变啊？啊。那么就像我们说，哎，来到这边是不是一段时间来又不一样，一段时间来又不一样，一直在变，啊、哦，那人也是啊，我们每个人是不是一直在变呢、啊？也一直在变，没有一件事情不在变，啊、哦，没有一件事情是不变的，所以我们不要去执着那个现象它，
要他的不变，不可能啊，反而应该要接受变啊，要能够接受变才是智慧，也是透过智慧是不是才能够解脱啊，啊也才能够解脱的哦、啊、好，所以呢在第451页啊，结成金石习权啊，令舍权取石，有没有啊？因为佛陀啊现在所说的大圣法是实法，过去所说三圣它是不是权巧的，那是为了适应众生的根基啊，知道金石那习权啊，过去的啊必然会有一些权巧方便，就因为现在能够啊，为了现在能够怎样达于实相啊，所以呢希望我们能够舍权来取实啊，所以舍权取实也等于回小相大，对不对啊？以小圣法三圣法里头是不是还是权巧的啊，实法上其实大圣才是实法啊，也才是实法，所以佛说世人呢、啊、为使灭度，斯人未得无上道故啊，只要这个人还没有得到啊，还未能够得到无上道故，也就是还未成佛之前，都不算是真正的灭度，唯有到成佛啊，是不是才证得无上的正遍等正觉啊，有没有啊？所以这个有时候要倒过来看了哈、啊、也就是佛陀说啊，只要是人来说的话呢，只要是凡夫啊，只要未成佛都不叫做实灭度，真正的啊，真正的实际的灭度来说的话，唯有成佛，唯有成佛啊，因为佛陀他可以透过这个阿赖耶识啊，还要先舍掉阿赖耶识的什么我爱之常啊，并且还要再舍掉这个意熟识啊，所谓的意熟识呢，就必然有生死。所以到成佛的时候呢，其实他没有任何的意熟识，也就是说不用再去感受到任何的生死问题，才是真正的灭度哦，才是啊这个是究竟的灭度了。那么也就是说，是这个如果这个人还没有得到无上道故，也就是未成佛之前，都不叫做究竟的灭度，都不过只是什么权巧上面说他得到灭度。那是不是个人的小灭度而已啊？啊，真正的灭度要像佛陀这样尽虚空界的灭度啊。那所以呢，佛陀说：“我亦不欲呢令智灭度啊，我为法王，于法自在啊。”那么佛陀的这个啊本意来说的话，并不是啊，并不是希望一般来说的话，只是到令智灭度啊。也就是说不是只有个人 的灭度而已 啊，不是只有自我解脱就好了，光是自我解脱是不是 在人格上其实还不够圆满呢？有没有？比方我们说、哎、碰到灾难自己先跑啊，跟在那个灾难当中去救更多的人，这人格上是不是不一样的啊？有的是这个为人忘己嘛，这样是不是才是被歌颂的啊，被赞叹的，纵然他可能死在那次的灾难，但是事后大家是不是会去赞叹他 啊能够为啊这个为人而忘己，这样的人格才是高超的，对不对？如果只是自己赶紧逃生去了，不管别人还在灾难当中，那这样的人我们是不是会觉得跟这样的人就不大安全了，是不是啊，有福可以同享，有难不能同当，自己就先跑掉了啊。那就像小圣声闻一样嘛，他只要自己解脱生死，他就不管了，他就不管众生还在生死当中，对不对？所以佛陀其实虽然前面也讲过啊，这个三圣啊，声闻缘觉也很好，但是那个是适应众生根基的问题啊，所以呢佛陀就讲嘛，我亦不欲令智灭度，也就是说佛陀的本意并不是啊，只要自求解脱就好啊。佛陀他是一个大法王，于法自在来说的话啊，在法上面能够得以自在，能够啊能够悠游于法海当中，那一定是什么大菩萨才可能，对吧？透过菩萨道
才能够于法自在，也才能够去安稳众生，啊，去安慰众生，能够与乐拔苦，那么才故现于世嘛，对不对？所以我们前面也讲嘛，佛陀是不是为一大事因缘而现于世间呢？就是希望能够开示悟入佛之智慧，有没有？啊，就是希望我们众生能够去理解到佛陀所啊验证到的尽虚空遍法界的真理、法则、现象，哦，那才是究竟的灭度哦，不是只有个人的小小的灭度啊，这样子是不够的，啊，是不够的。好，那接下来啊，在劝戒的这个流通啊，那么这个略名啊，劝戒啊，也就是如何的去劝戒了哈。那么先有所谓的标到示啊，第452页啊，如舍利佛，我此法应为欲利益世间故说啊。啊，佛陀所印证到的法印啊，所以这个法印来讲的话呢，就是真理法则，它像印鉴证明一样的啊，是可以去印证的啊，是可以去验证的啊。所以我们说在早期佛教来讲的话，用三法印，到大乘佛教是不是就一十相印就够了，就一只性空的法印就够，哦，在第452页倒数第一行，有没有一时相印其实就够了。一时相印就是什么？性空的法印，性空的法印，哦，一切因缘法都是平等的，现象上呢不断的缘生缘灭，叫做缘起法嘛。它是不是因为透过性空才会缘起，也透过缘起那么深入到什么性空，哦，的深度去。所以呢佛陀主要就是把这样子的法印来怎样利益众生，因为我们如果知道这样的法印，知道这样的真理法则，我们的痛苦烦恼是不是会降低啊？就不会迷迷糊糊流转在生死当中啊！对我们的生生不已的生命之流，我们能够清楚而明白，是因为透过法的印证呢啊！所以这个才是真正的最大的利益，最大的利益哦啊！所以呢，佛陀也为这样子而示现在世间来宣说这样子的法印嘛，啊，所以呢，在所游方呢，勿忘宣传呐，啊，在这个游走的这个过程当中啊，游化四方的时候呢，都必须要观机来斗教，啊，而不是虚妄啊，而不是错误的在那边宣传，啊，所以呢，我们说在这个讲经弘法的过程当中，一定要与法是不是要能够相应啊，要能够合乎法印啊。所以呢就像龙树菩萨讲嘛啊，所谓的佛法不是只有佛陀亲口宣说，是包括佛弟子来说，天人说，化人也可以说啊，任何人其实都可以说，只要合乎法印是不是都是佛法，就是佛法，只要能够合乎真理法则就是佛法，这是很重要的，啊，所以我们说在修行的过程当中，生生不已的生命之流，我们要有所依循，所依循的是不是就是真理法则？真理法则讲到最深细的部分就是什么？平等的因缘法，平等性上的因缘法，因缘法的什么平等性啊？啊，所以前面先标，啊，先标出法印的重要性，然后再来，啊，再来解释。啊，所以在第453页啊，来解释说，若有闻者啊，随喜顶受啊，那么当知是人阿惟越智啊。若有人听闻佛法而非常的这个法喜充满啊，能够非常虔诚恭敬的来接受它，那么就要知道这样子的人呢，他是阿惟越智，也就是阿毗跋致，有没有啊？不同的翻译而已。那这个阿毗跋致或者叫阿惟越致，就是所谓的不退转啊，就是所谓的不退转啊。所以在第454页第四行，有没有阿惟越致啊？叫做不退转。那会有四种的不退转哦啊，所谓的不退转其实它有阶段性的啊，最首先其实要念的不退转的啊，念上的不退转，比方我们念佛
啊，念念念念念到念而不念，不念而念。啊，若我们习惯啊，比方我们自己习惯，哎，我们平常都是散乱的心、杂乱的心、胡思乱想的心，那其实是浪费时间、浪费生命。我们浪费时间本身是不是就浪费了生命的意义跟价值？啊，因为我们的那个第八奥赖也是，是不是随时都在做记录啊？啊，如果我们能够点点滴滴都是善念，啊，所念的都是，因为我们在念佛、念菩萨名号的时候，必然是善念才念得出来。啊，所以常常会觉得，哎，念佛是我们非常重要的基本功夫，最重要的基本功夫就是念佛。啊，要念到念而不念，不念而念，这是不是就念上的不退转了、啊？随时好像哎，只要有空了或者比较闲散的状态，哎，佛号它会自然而起。这是念的不退转，才可能信上的不退转，信仰上面的不退转。啊，信仰上的不退转，啊，那信仰上的不退转，也就是在初住，初住里面是不是有实信呢？啊，初住也等于是实信的完成。啊，那这是信的不退转。什么时候是位的不退转啊？超凡入圣以后，不会退回凡夫地，这是不位上的不退转。行上的不退转呢？啊，要到七地菩萨圆满，八地啊，七地圆满之后，行上不退转，也就是所谓的大圣不共法，有没有？不会再从大圣退回小圣，叫做行上的不退转。啊，所以这里的凹为月智啊，有四个不退转，这样能理解吗？先从念。我们可以去，我们可以下的功夫，先从念的不退转到信仰上的不退转，啊，要到信仰的不退转，其实也必须要有智慧来辅助，哎，啊，我们的佛教的信仰不会是要怎样，是信智合一的信仰才不会退转。我们知道来龙去脉，我们就不会被啊现实上面的逆境考验住了。我们若不知道来龙去脉，我们在信仰上是不是也会怀疑，哎，我这么用功为什么还是业障会现前，那是不是也会容易退道啊？啊，所以我们说我们的信的不退转其实是需要智慧的。啊，所以我们说要福慧双修，有没有？不是只有修福报，智慧很重要的，智慧是很重要的，因为也帮助我们不退转，啊，不会退道心，啊，不然的话我们的退道心其实也很容易发生啊。尤其越是初机的话，我们的退道心啊是很容易的啊，因为一直要人家鼓励啊，不断的都需要鼓励。当然我们刚开始是可以用依靠的方式，但是最终还是要透过自己的力量啊，对不对啊？自己呢智慧上的厘清接受啊，并不表示说啊学佛之后就不会有业障。业障的问题是不是跟宿世有关呢？那是宿世的问题，宿世到底是做了什么，我们自己是不是也把握不住啊？啊，所以呢，有时候也会福报也会现前，业障也会现前。那么以一个学佛者来讲的话，是不是都应该全部都接受啊？啊，福报现前也不用太高兴，业障现前也不要太难过，才叫做接受。啊，这样子才不会信上的不退的，才会怎样信的不退转呢？才会信上的不退转。哦，所以我们在凡夫地其实要培养的应该是一个念的不退转跟信仰上的不退转，到超凡入圣自然就会什么位上的不退转，啊，到七地菩萨以上呢，啊，圆满以后，那么就是行上的不退转，不会再退回小圣，大圣不会再退回小圣，啊，那这个都是所谓的不退转，但是不退转是不是有它的层次上的不同，啊？所以我们说当我们越是内行越是专业的时候，是不是就会知道的越细密啊？越外行就是越笼统啊，会是比较笼统的啊。好，所以呢这里的凹为月智啊，当我们讲到不退转，哎，它是有细比较详细的这个部分啊。好，那若有信受此经法者呢，世人已曾见过去佛啊，也就是说如果有的人哎听闻到这部经典的时候就愿意来信受啊，信仰并且接受啊，不会随意的起怀疑啊，会很欢喜的来接受这部经典来说的话
啊，此经法来讲的话，那表示这个人他是不是有没有前面的因缘啊？我们现在的信受这部经典，其实是宿世因缘的一个什么阶段上的果报嘛，对不对？所以有的人哎，很容易听信佛法，有的人就是在佛法上他就有很多的怀疑，很多的曲解，啊，是不是有这样的人？也有啊，啊，那也是宿世的问题。啊，有的人他比较柔顺一些呢，他容易去接受；有的人就是哦，会起了很多很多很奇怪的想法，啊，那也是一种障碍哎，啊，也会障碍我们的这种信仰的心哦，啊，所以这些呢，是不是都跟我们的宿世因缘有关呢？每一个人的宿世因缘是不一样的，不过能够好好的能够接受这部经典来说的话呢，表示我们的过去是啊，那么见过去佛嘛。已曾啊，这个人已经曾经见了什么过去佛，也就是说宿世以前啊，还是能够与佛同世啊，在佛有佛法的这个空间世界啊，有佛法的时代，也就是时间啊，也就是有相当的什么善根因缘，就像《金刚经》讲的嘛啊，这世人呢不于一佛、二佛、三四五佛，不只是一佛、二佛、三四五佛，是无量千万亿佛啊，是不是啊？数世劫以来都不断的能够直遇到有佛法的时代，有佛陀的乃至有佛陀的时代哦，啊，那不止如此呢，都还恭敬供养译文释法啊，也是还啊，不仅信受，而且还恭敬供养啊，也一样呢，还曾经听过如此的法，所以。类似像《法华经》这样的法，在过去佛是不是也都曾经说过啊？类似的，啊，就很像说，哎，每个人，哎，比方修得博士学位的人，是不是都有博士学位的那个心路历程呢、啊？有某一些同质性，它有一个必经的啊，比方都要经过，论文，经过口试，经过什么，它是不是有它必然的一个过程？啊，所以呢，译文释法。啊，也听闻过这样子的法，啊，而且若人有能呢，信汝所说，则为见我，亦见于汝啊，啊，就是说有的人呢，他也是有能哈、啊，有能力呢，能够相信你所说的这一切的法，就如同见到我一样，这个我指的是佛陀，对不对？啊。也就是说有时候我们不是一定要直接从佛陀那里听闻来，我们可能可以从某一些善知识那里听闻来，我们也愿意去怎样起相信的心呢、啊、那但是有的人非常执着，就一定要是佛陀或者一定要是某某人说的他之外的，他是不是有的人就不见得要接受，那样子的善根因缘是还比较不足的了、啊、善根因缘比较足的就是说其实他比较会依法而不是依在人上啊，善根因缘比较不足，是不是依在人上啊？不见得依在法上啊。只要某某人说的一定对，不管他内容如何，那这个就是分辨的能力比较差一点啊，因缘比较不足一些。所以呢，这里也就讲到嘛哈，有的就是比较不是一定要挑着人，就是依着人，而是依着法。只要属于正法，他都愿意接受，不管是谁说的，只要是正法，所以我们都应该接受啊，啊。啊、所以则为见我亦见于汝嘛、啊、等于是见到佛陀或者见到舍利佛，其实能够见到舍利佛是不是也很不简单 啊能够直接从舍利佛那边听到佛法，那也是非常可贵啊，不一定完全一定要从佛陀那里、啊、纵然我们没有见到舍利佛，但是起码哎，我们也碰过某某、啊、大的善知识，那个都是很好的一个佛法的正法的泉源嘛，啊，所以呢，即比丘僧并诸菩萨啊，不只是这些人啊，并且呢，都还是比丘僧，或者还有一些菩萨，这些都属于圣贤者。只要是圣贤者，我们都会欢喜纳受。这个是不是都是依在法，而不是依在人啊？不是依在人上头啊？好，那么我们先讲到这个地方哈、啊，阿弥陀佛。阿弥陀佛。